这是他的梦中之车 M1A2，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。哎，他在美国的这个运输的过程，要运到这个港边，要被 YouTuber 拍到了。对，被拍到了。他们是台湾，要来台湾。对对，我上个礼拜就看到这一篇 YouTuber 哈、拍的相当相当让我觉得振奋。为什么我说有点振奋呢？因为我告诉大家，这个战车哈，有全世界 M1 系列战车唯一有的。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上面小小的这个方方的盒子是什么，在这里，这个在炮塔上小小的方盒子。这个盒哦，这边有个黑盒子。所有的 M1 战车没有，只有台湾的 M1A2T 有。这叫做什么 ？ACPS， 这个叫做辅助冷却与电源系统。也就是说，战车哈，这是在这个美国的密苏里州被 YouTuber 拍到的。那这个是有什么好处呢？我告诉大家，大家开过轿车吧？对，轿车有分纯油车，还有 hybrid 油电混合车，还有纯电车。对，这就是 hybrid 油电混合。哎、欸，我很欣赏油电混合，我个人觉得不错。对，为什么说油电混合很好呢？因为我使用的是永虎战车，我这个永虎战车共存了很久。当永虎战车，你的炮塔要不要用电？你要用电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发动战车，引擎发动才有电，不然会掉卡，会没电。对，因为它用电很凶。那么这个炮塔用多少电？我告诉你，炮塔的射控系统、炮塔的热源成像系统、雷射测距系统、横风测向，要太多都要用电了。所以炮塔用的电非常多。所以呢，你不发动战车，它会没电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克服了一个状况，因为你一发动战车，引擎是热的嘛，热的就会被敌人的热源成像仪抓到你的热源，就会打你。那怎么办？熄火。它、所以它有隐蔽的效果，它可以熄火，不用发动战车，但是它的炮塔里面所有的装备由这一个所谓的辅助冷却与电源系统 ACPS 来供电。了解。那你就不用发引擎啦、啊。所以他们在红外线上面，而且不会看这个是热源。它是一团黑。为什么它没有热源、那可是呢，你看不到我看得到你，因为我的电继续供电，但是没有发。大家如果开电车的人也发现、如果 你开电车开完以后，你摸它的引擎盖是冷的，因为它没有引擎、它是供电的，这个也是一样。那这个系统还比一般的电车更厉害、它这个所谓什么叫做辅助冷却与电源系统呢？它本身的电池放电是会发热、它把它随着外面的常温结合一次，把它冷却，所以你外面用热源成像仪去看它是看不到的。全世界只有台湾有这一款，所以这个黑盒子这么强，很强。这个是我们提出的需求，美国量身打造，赞哦。对，所以我想这是超强的。我看到这个，我没有预期美国会做出来，因为当时我们在做作战需求的时候，我没有提出来。那我们提出来的时候，只是想说，管他的，丢出去，美国不见得做得出来嘛。万一做出来就赚到，他真做出来了，哇！作战需求真的做出来了，所以这个这一项哈，真的是客制化哦。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整个电源供应系统，会让我们的战车在防御的时候，我们在海边防御待命的时候，我不用发动引擎、我可以对你海上实施监测，但是你看不到我，所以大大超越了现有的永虎战车跟 M60A3 的 TTS 就是热源成像仪、那这些系统都要用电，但是不用发引擎，所以提高了我们的生存率。那辅助冷却系统它不但能够蓄电，它还可以微量的发电。那怎么发电我现在不知道，它还可以微量发电，对，它微量怎么发电？我现在不知道，太阳能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不晓得。那但是呢，它这个系统可以维持多久？两个小时不用发引擎，它就可以供应全战备的炮塔。哎，两小时还不错、很重要哦。因为我们装甲兵在阵地里面、原则上带进去就是一小时，一小时之后就要变换位置，待久了会被人家发现，那你两小时是完全不用开电，人家抓不到你，所以这个状况哈、减少了主炮机枪以外所需要电源所散发的热源，它完全抓不到你。所以说现在不止 MI2T 要来台，还有四项后勤配备要来。第一个，你有了战车、除了上次我讲的训场要快、对，现在正在整个包套在做、那第二个呢，我告诉你，你战车有状况了，谁来救你？所以 M1A2T 的战车专用的战车救济车 M88A2 它也一定它有专用救济车，专用，不然谁拖得动它？对，拖不动它，专用的救济车来了。还有呢，整个推进桥，你战车 要渡河过河的时候，它的专用推进桥就是啊，把你架桥，你过去，它收起来再跟着你走。战车推进桥 也买了、还有最重要的那个桥，你说让它过了之后，它就收起来。它那个桥就是
底盘跟 M1 战车一样，它上面背的是一个桥。哦，那遇到状况说，哎、欸，快快架桥，它过去，嗯，架桥，然后战车一台台过去，它再把桥收起来，再跟着走。对，就是战车推进桥、哦，这是它专用的。最后还有一个基地翻修，就是卖你战车，不是卖你108辆战车而已，整套的维保厂卖给你。哦，所以整个维保厂，整个基地来，整个维保厂，基地维保厂卖过来。所以说 ，M1 A2 战车不是只卖你战车，所以有人说买的好贵哦。我告诉你，因为包含这四项，对，因为还包着其他的东西，是整套，是整套。所以我们买 A2T 的战车，不是只买战车，我们包含这四项后勤配套的一起买，因为没有这些很麻烦。了解，感谢北辰将军的解说。所以我们不光是买战车，我们是整个套装全部都买。从什么救济车啦、战车推动器啦，整个基地的大翻修，而且呢 ，M1A2D 的是最新的，号称地表最强战车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都买到一些台湾真正需要，而且是最新的，不像这个国内有一些专门扯后腿，就说啊，我们都浪费钱，我们都买一些人家不用的过期的，没有最新的，好不好？睁大眼睛，这是台湾自己为了防御而买的，花的钱。